那今天我们就先用这个十 gauge 的线，我们来做一条电源线。我们先。电源头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是选用这个 Cooper 的这个电源头，这个电源供头跟 Monico 的这个电源母座的各电源母头。那我们一样制作方式跟十二 gauge 的方式完全一样。那供头这边呢，我们一样是在这个上面先做焊锡镀锡的部分，我们先把锡先做在这个上面。先把这个线头拨一拨，电线的线头拨一拨，拨完之后，我们直接在这上面做焊锡，直接在上面做镀锡的动作。那这个锡我们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先把上面这些锡油把它洗掉。我们把上面洗掉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锁在这个供头上面。好，我们把锡的部分镀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供头直接装在这个上面。这时候我们供头就全部都锁上去了。那母头这边呢，我们做法也是一样，把这边拨线之后呢，上焊锡，然后把上面的锡油洗掉，啊，一样把这个供头一样装上去。那一样，我们把舌龙也要装上去了，都套上去了。最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母头的部分。好，最后装上去就像这个样子。好，红色的是火线，然后绿色的是地线，跟那个黑色的是水线。那接下来我们锁紧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母头的这个座通完全给它锁回去，然后给它装上去。好，母头的部分锁完以后，我们就来锁供头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供母头都这样子算是锁完了，都算做好。所以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做个这个电源线头的极性是不是正确。那我们可以用电表来做一下确定到底是不是正确。我们就准备一只电表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之后转到欧姆档来。欧姆档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确定到底是不是我们刚刚所确认的这些极性是正确。我们先看地线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先看地线的部分。好，地线是正确的。大拇指是在左边的这一根，所以这根是正的。好，这根是正的，这根是水线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支的电源线的线头做的是正确，而且完全没有错误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上机做测试。